它是做西装面料的伞裙不易皱之外，里面一样有安全内里给大家。这个淡粉它非常非常的淡，淡到有点粉紫粉紫的感觉了，所以你不会觉得看起来很恶心。那再来，它很漂亮的就是它整个雕花蕾丝，它的身宽胸围都做得蛮宽的，所以让这种比较肉肉的粉丝你都可以驾驭这一件哦。手呢，大概坐在六分袖的位置，就非常的利落。长度的话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我身高161，其实你直接单穿是可以的，但是如果为了安全起见封的话，你可以自己再加一个那个小短裤。然后你看这一次就是 SML 小孕妈咪你都可以穿，然后呢有做口袋哦，好，有做口袋，可是它口袋实在隐藏的太好了，蓝色就是非常有质感，而且我觉得蓝色蛮显白的。然后它的镂空花不论是蓝还是粉都很漂亮，然后呢这个定位都帮你做好了，真的是37比例完美比例给大家。你也可以把它绑在后面，就是做一个小蝴蝶结。上班的话我建议把扣子扣好，就是剩一颗就好了，你看就这样欧尼感。然后你也可以有皮带绑在外面，都可以。